柯建铭看着我的眼睛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有什么 ？Look at me, look at me， 这酒店的招嘛，拿着酒店的招在国会电台用，怎样？会对小姐说什么？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接下来会怎样？你在我眼睛里面有没有看到我对你的爱？这酒店的招嘛，我们看立法院新闻这么久。请问有院长有叫黄国昌看着我眼睛吗？那个柯建铭听到整个都回击。这下柯建铭想说，我到底要看着眼睛？我两个加起来150岁，还看着你的眼睛，什么玩意嘛？怎么会在立法院公然调情呢？坏招啊！对韩国瑜啊，确实啊，藏不了几天，吃不了三天饱饭，这酒店的招嘛，对不对？再吵下去，他就讲六个六了啦。我跟你讲，张啊，因为足奇怪，大家拢派三个人嘛，各党都派三个人，对，民众党派五个，老兄弟来啊，派五个，伊是因为三个无来哦，啊嘛是恁八个拢要入来，所以张科长早就开始就讲，哎、欸，恁是安怎？恁若派侪人，恁是老兄弟来，我就这一句话就吓到了黄国昌。黄国昌这个人怕派人，所以他昨天有退让，可他昨天退让又来了。我用这个时间表跟大家讲他怎么退让的哈。黄国昌你妈都要取笑，你张开直播讲啥？讲啊，要不是我们用舆论哈，这一个柯建铭才不会退了。一张开直播，你干嘛？来来来，黄国昌是不是讲六号？是不是讲六号？结果答案是哪一天？20号，黄国昌退了两个礼拜。一开始柯建铭跟傅昆萁讲二是是不是23号？这两个党最后退三天嘛，前进三天嘛，黄国昌退最多嘛，黄国昌让最多，让了14天，臭西朗闹会戏，刚才你做搞，问黄国昌为什么不去对韩国瑜咆哮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跟韩国瑜起冲突？因为黄国昌现在正在慢慢的叫做广积粮啊，筑高墙，缓称王。2026的时候，黄国昌就会对韩国瑜伸出魔爪，因为现在立法院真的很精彩，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把当立法委员当作副业，对，每一个人想的是如何利用这个舞台，我来茁壮，获得最大的曝光度。嗯，昨天的朝野协商就是一个大舞台，陈昭之、韩国瑜、黄国昌，每一个人都有戏，每一个人都有戏啊。先讲韩国瑜啊，我必须要说韩国瑜真的进化了。韩国瑜真的进化，他再也不是2020年的韩国瑜了。怎么说？现在是韩国瑜2.0了。韩国瑜呢，过去呢歧视人家啊，是信口就来。他歧视过多少人？歧视过女人，男人以天下为家，女人以家为天下啊，被臭骂一顿。他歧视过人，歧视过非洲人。他说他跟台商，他说他跟台商聊天，聊天过程中很疑惑，为什么非洲人家里需要兰花啊？歧视过非洲人，他还歧视过什么不丹人？他说阿尔卑斯山旁边的不丹人都傻傻的哦，他这部分讲错是喜马拉雅山哦，但他没关系，他总之他反正都是山嘛，反正他也搞不清阿尔卑斯山旁边是瑞士哦，他搞不懂，但总之他就说不丹人都傻傻的，他还说矿工哦，最近新的嘛，歧视这个所谓赖清德矿工的小孩凭什么当副总统哦，他还歧视过什么？歧视过移工，他说凤凰没来，进来一堆鸡哦，都是移工，所以韩国瑜 1.0 的时候他。开口就是玩笑话，开口就是歧视，可这不得了了。昨天开会的时候，一开始说我呢，很多人提醒我要戴手帕，走路要靠右边。到底谁会提醒他走路靠右边？哦，是从日本去太久吗？还是去英国去太久？日本跟英国走路是靠左边啊、哦，那回到台湾提醒要靠右边吗？怪怪的。但他总而言之，他说他不要变成紫禁城里的老太监。对。老太监错了吗？老太监错了吗？老太监需要这样被你韩国瑜歧视吗？因为现在没有老太监，所以对，这就是重点。现在的老太监想出来喊扣都没办法。老太监的家属可以也没办法，因为老太监没有后代。哦，韩国瑜算过，如果这时候有个人，这时候如果有个人站出来自称老太监的后代，一定是假的。我骂韩国瑜，那这个人就是爆牌货。老太监怎么会有后代？对不对？那你看啊，韩国瑜过去有谁都歧视女人，歧视女人哇，女生出来抗议；非洲人，非洲人出来抗，非洲台商了，非洲台商，不丹啊、哦，不丹台商出来抗议；矿工，赖清德出来抗议；移工，好、哦，移工出来抗议；
其实老太监总没人抗议了吧？所以我觉得很奇怪，韩国瑜昨天那个已经算计好了、哦，因为他其实要表示说他要变韩国瑜 2.0 嘛，很多人提醒他要谨言慎行嘛，对不对？说他才说要戴手帕啊，要靠右边走啊，他要期许自己不要变成紫禁城的老太监。他的名词我感觉到是有挑选过的。一现在没有老太监，二好老太监也没有后代。你这梗铺很久。没有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今天看这老太监，我想想，怎么会想到老太监？到底谁会用老太监来做形容词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奇怪，很奇怪。所以韩国瑜确实进步了。对，进步了。那这个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他也知道，我身为行政立法院院长。虽然我对议事规则不熟悉、但是这个调和顶戴在他的理解就劝架、他没办法懂太多，他就劝架，来，柯建铭看着我的眼睛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有什么 ？Look at me, look at me， 这酒店的招嘛，拿着酒店的招在国会电台用，怎样？会对小姐说什么？看着我的眼睛，你接下来什么吗？接下来会怎样？你在我眼睛里面有没有看到我对你的爱？这酒店的招嘛，我们看立法院。新闻这么久，请问有院长有叫黄国昌看着我眼睛吗？那个柯建铭听到整个都灰气。等下柯建铭想说，我到底要看着眼睛？我两个加起来要150岁来看着你的眼睛，什么玩意嘛？怎么会在立法院公然调情呢？坏招啊！对韩国瑜啊，确实啊，藏不了几天，吃不了三天饱饭，这酒店的招嘛，对不对？再吵下去，他就讲6-6了啦。我跟你讲，吹牛啊，跟讲6-6了嘛。好，这韩国瑜的部分我讲完了。好，在黄国昌，对，黄国昌就戏演完了，他也知道再演下去就过分了嘛。嗯，因为林居宪已经押宝到初一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讲除夕嘛，对不对？你们除夕开议，我不加班，男人陪你加班，我们新台湾加油，加开棚，91棵树加开棚，除夕来上班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行嘛，只好变20号嘛。可20号之后之前，他还是要讲一些这个帅话。我们这个区区小党哈，被你们扣大帽子啊、这东西就是有点类似打架打输了，就说不要走，不要走。给我待着，我绕狼，绕狼就自己绕跑，绕狼跟绕跑分不清楚，所以是黄国昌嘛。那陈昭之傲嘟嘟，哦，陈昭之傲，很奇怪，陈昭之投错票这件事早就翻页啦。对啊，我们根本没有在讨论陈昭之，哎，就陈昭之，既然昨天大家党团协商，一个人规定带三个人嘛，一个党规定带三个人嘛，就党团三长才能进去嘛，对不对？陈昭之冲进去，还说柯建铭。柯守道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不讲清楚，我以为始乱终弃。我以为柯守道跟陈昭，他说我们这么熟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然后还跺脚，对不对？跺脚。我还以为这个他们始乱终弃怎么之类的。原来是要翻旧账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东西呢，陈昭在干嘛？刷存在感嘛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要开这个考评会嘛，他们民众党内部嘛，陈昭之要做这出戏，今天的考评会才可以重重拿起，轻轻落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大家讲，我分析完一轮，每一个人没有人认真在想怎么干立法委员这个工作，每一个人都在想如何利用这个舞台刷最大的声量。好，所以请教一川哥，所以刚刚这个郑浩说立委只是副业啊，所以现在大家都是演员是不是啊？要比谁会演哦？还是晚上之后下班之后变直播主了呢？因为昨天这一场如果没有国会频道啊，大概也不会演得这么激烈啊，因为有咧大家拢有咧看嘛哈。啊，其实张韩国伊讲话足简单，讲奇怪，我平常时生活自由自在嘛，恣意妄为嘛，几点要起床，几点要起床，我某逐天给我500块出去银行等下食暗顿，又载我去的。即摆呐，我无上班，你老意见足奇怪，他没办法适应这种生活啊，所以伊长得足侪抱怨，讲你把我当什么老太监？拜了，我是皇帝呢，皇帝有输紧找无输退掉，他是他的个性啊，怎么会我会变什么老太监，还要来服侍你们这些人？他是很多的不满嘛，所以卖公开上面有边读边没边读，中间没中间自己边走路靠右边，这个物件伊嘛咧讲啊，哦啊什么手帕卫生纸，我讲奇怪，跟卫生纸什么关呢？人家我讲那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出门家用一个别针别一个手帕，对不对？然后要带卫生纸，可是起码小朋友应该拢带面纸吧？告诉人咧带卫生纸，所以伊讲诶，伊的心内应该是想讲奇怪，这院长。不是每天喝酒、唱歌、打麻将吗？为什么那必须讲我爱坐大家？其实他是在
抱怨这个事情了、啊。不过我昨天是给他蛮高的分数，因为哦，以后你话伊开的拢足紧的，因为韩国足赶时间的啦。伊去到北岛遐，伊心内已经足无欢喜啊，所以伊哦，大家各抒己见啦，他马上会做结论。我刚刚韩国已经干袂巧了，他不是用巧的，他就直接听完之后，旁边那个周万来跟他讲，当然伊就教练嘛，所以他昨天才忽然间嘛，阿爸就二十号当做主席裁定，哎、欸，以后大家公共要一起才裁定啊。我觉得以后的朝野协商的速度应该都很快，因为他很赶时间。阿刚才尤院长、苏院长跟王院长可能较无赶，哦，阿无的他来坐到家慢慢来干哦，所以接下来的速度会很快。那这也让立法院的这种效率会比较提高哦，所以我昨天给他的分数还不错，哦，八十分，哦，八十分，表现了袂歹。第二就是这个张啊，因为足奇怪，大家拢派三个人嘛。各党都派三个人，对，民众党派五个，老兄弟来啊！派五个，伊是因为三个无来吼，啊，嘛是恁八个拢要入来，所以张科长早就开始讲，哎、欸，恁是安怎？你若派侪人，你是老兄弟来。重点是你来没有关系，你就坐旁边就好了嘛。你就那干部每一个党三个可以讲话，林国成啊要讲，陈昭志啊要讲，规群拢要讲，啊，规群拢要讲，这怎么协商？所以科长早就开始就甲讲，你是咧老兄弟哦。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吓到了黄国昌。黄国昌这个人怕歹人，所以他昨天有退让。可他昨天退让以后，来，我用这个时间表跟大家讲他怎么退让的哈。黄国昌你妈都要取笑，你怎开直播讲啥？讲啊，要不是我们用舆论哈，这一个柯建铭才不会退啦。一张人开直播你干嘛？来，黄国昌是不是讲六号？其实讲六号，结果答案是哪一天？二十号。黄国昌退了两个礼拜。一开始柯建铭跟傅昆萁讲二十，是不是二十三号？嗯。这两个党最后退三天嘛，前进三天嘛，黄国昌退最多嘛，黄国昌让最多，让了十四天，笑死人，闹气死，刚才你做搞，笑死人，阿明很呛，哦，阿即摆叫去用笑，规群甲笑，哎，黄国昌你嘛无好对无，其他歹人，人甲你讲讲的，你就揪起，伊就讲啊没有，是柯建铭说了，柯建铭哪有说，柯建铭的腿扎三天啊，你黄国昌呢？十四天呢，吓死人！所以他昨天晚上还特别开直播，然后在节目上面自己的直播频道还特别在解释这一出哦，在解释这一出说，哎呀，你看，是因为我们给这个民进党压力啦，不然再怎样怎样，结果给民进党压力以后，你自己从六号变二十号，笑死人！哎，苍粉们，恁都还退让十四天呢，笑死人！阿们六号开议，咪今仔日开议，开我看啊，我搞。然后呢，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张德公退三天，这就是协调出来的结果嘛。所以我讲哦，昨天大家咧呛来呛去了，其实黄国昌长哦讲话足温柔的，哦，就开始讲一寡，讲是啥物啊？区区小党、啊，啥物区区小党啊？哎、哦，讲我讲，黄国昌只在这一场里头他是输了啊，民众党的支持者看了你们国昌老师这一场输了，然后这一场我觉得最大的赢家。就是这个韩国瑜，因为韩国瑜就提升到正常的水准了，正常一个院长该有的水准，而且处理事情的速度节奏变得更快。以后这种朝野协商每个团变啊，因为韩国的足赶时间的，因为伊后边够有代志，所以足赶想要紧走，卖个浪费大家时间。